看一下。好，感恩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吉宏台长。我是黄家俊，1993年属鸡的，然后我肩膀有问题，请问是跟灵性有关的吗？九几年的？93年。属什么？属鸡。啊，你家里的灵性。嗯。小弟，你晚上睡觉听到家里楼顶上有声音吗？有。一点点。在你家很长时间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啊，他经常还喜欢玩你写字台上的东西，所以你写字台东西明明放得好好的，一会儿会变掉的。啊，有一点点这个灵感。啊，有就有啦。你开始念经了没有啊？还没。还没有，只有我妈妈念。赶快念经啊。啊，知道。好吗？这个灵性跑来跑去的，很活跃在你们家里，还经常在你们厨房间里。嗯，听得懂吗？但是我已经念了七章了，不四章。七章啊？嗯。这么多啊？没有四章，四章。哦，四章啊？哦哟，更多了。因为我念了一个时期没有声音了。哦，这个小房子人家要念几百张几千张的，你四张啊，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因为我刚开始念。你刚开始要好好念的。对不起，现在没走啊，还在，是一个小青年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是一个男孩子。掉过孩子不啦？没掉过，你没掉过孩子啊？没有。啊，一个男青年在你们家里，要不要想看看他啦？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。这样我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？他肩膀是怎样？肩膀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叫他好好念，这个灵性大概要130张小房子，好吗？还要放生，还要放生，明白吗？他要放多少张？多少条鱼？他要放多少？哈哈哈，800条。哦，好吗？你这个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灵性已经弄过你儿子好几次了啊。你儿子抽筋，抽过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他搞过你的脚，你脚有没有不舒服啊？之前是有跌过啊。啊，跌过，看见了不啦？我就看他在弄你的脚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他接下来要弄你的鼻子，你的鼻子会塞住。很不舒服啊，有鼻息肉的问题，看见了吗？所以灵性要搞你们，你们躲都躲不掉的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你这个孩子呢欠他妈妈很多，所以会听他妈妈的话，因为可能是他妈妈上辈子的曾经一个恋人，结果没有成功结婚，所以这辈子跟进来继续跟你恋爱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你喜欢他的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爱他比爱老公还厉害呢。哎，疼他罢了嘛。好了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他的学业怎样？现在能够读书吗？学习读书没什么大问题啊，可以读啊，可以读，智商什么都没问题啊，就是腰稍微有点不好啊，腰还有肠胃，还有他练食挑吃东西啊，有挑食症啊，这个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，听得懂吗？懂啊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他很好。
当心啊，他的感情很破，就是像玻璃杯一样的，很容易破掉。一破的话，他会想不通的。你让他感情运一定要好一点，在心灵法门里边，女孩子当中找一个嘛就好了。听不懂啊？听懂，听懂，听懂，听懂。以后嘛，穿长裤子啊。啊。听得懂不啦？听懂啊。啊，穿短裤子，阴气太重。漏音啊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嗯。啊，接下来我还要再问一个亡人呐、啊，名叫陈秀梅，耳东陈，然后秀是秀丽的秀，然后美是梅花的梅。就是美丽的美啊。梅花的梅。梅花的梅。啊，梅花的梅，陈秀梅。啊，1990年往生了。他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啊？他在哪个阶段？他在那个阶段呢。他现在在天上那个阶段，欲界天的阶段。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走的时候，你们可能给他做过法事的，请人家念过经啊，或者有过法事的。听得懂吗？还要给他念吗？现在不要了，在天界了，蛮好了。OK， 感恩。啊。陈秀梅是不啦？ 对。啊，蛮好的，眼睛蛮大的嘛。嗯，在天上现在做很好啊，像做仙女一样的飘来飘去的，很开心。走的时候给她穿着丝绸的衣服是不是啦？棺材走的时候穿着丝绸的衣服。因为很多年了，忘记了。听得懂不啦？听懂，听懂。啊，好了。感恩。想看到她。想啊，好了，2个礼拜，好吧，叫他下来看看你们，感恩，好了。